我直接给你扔油碗里面，看你是不是心油不挂油。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把洗碗布放在辣椒油里面？你看已经吸得满满的了，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吸油但是不沾油的效果，不需要放洗洁精，直接清水冲洗就能洗得干干净净。平时用它洗锅、洗碗、洗盘子，就这样一擦就可以了。视频同款油力除抹布买回来了，天哪，已经卖了100多万单了。它真的有那么好用吗？麻烦你点个赞，咱这就开车。它每一个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看一下材质，木质纤维。说明上说了，用之前先给它打湿，我已经把它打湿了。我们先擦一下这个油盘子，可以啊，听一下，都出声了。再给它加点猛料，老干妈、蚝油、酱油、食用油。给它揉搓一下，我就不相信这你也能洗干净。来，咱现在清水不加一滴洗洁精，直接给它冲。哦，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我的妈呀，真的洗干净了啊，确实可以啊。这个油力除抹布就给大家测完了，效果确实惊艳到我了，好用还不贵，有需要的可以入